好，昨天这么大的一起地震，但是很多人都在说完全没有收到国家警报，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看到没有国家警报的双北受伤人数是排在前三名哦。新北市的部分受伤人数是275，那花莲的部分受伤人数是182，台北的部分呢受伤人数也有来到198人哦。那桃园市的话是117人。好，所以蔡正元他就说了，地震警报呢其实不是预知说地震要发生了，他是要提醒大家，好，就是要抢那10秒的救命时间。像是如果你在开车的时候，你刚好收到了国家级警报，那你第一个标准动作就是立刻停下来，马上靠边。要上桥的话呢，也是赶快停下来，不要上桥。如果你是准备要下桥的话，你就赶快加速给它冲下去，因为这短短十秒的时间，很有可能就会救你的命。好，另外亮哥也说，他说他的朋友在新竹是有收到国家级警报的。那桃园市呢？事实上他说比台北还要严重哦，结果桃园很多人也都说他们是没有收到的，所以现在当局是不是要给一个解释呢？好，另外时事评论员王尚志他说，手机收到的甚至不是台湾的国家级警报，是来自大陆福建的警告，说这次的地震呢，其实大陆的包含福建啊、香港都是有感的。那中央气象署竟然说台北、新北的地震规模是没有到警报发布的门槛4级，所以他说了，气象署竟在无理辞穷，丢出了谎言，等着被国际还有各地的地震专家打脸。好，那大选前的时候，大家的手机狂响嘛，当时大陆只是发射一个卫星，结果呢，好，民进党当局就连发了4发简讯，他说这个很明显就是人为手动去控制的，当时可能人为介入控制，那关闭了某一个设定，导致这一次这么重大的天灾警报是没有发布，所以这个当中一定有鬼。好，那国民党团的副书记长呢，徐宇珍他就说了，今年1月9号的时候，就是因为大陆的卫星飞过，发了2次警报，但是这一次7.2强震却没有。难道警报是只有在选举的时候才会响吗？那气象署当然要赶快出来灭火一下嘛。他们深夜是再回应哦，说虽然呢有7个县市是没有发布国家级警报，但是这7个县市的民众，你们还是可以透过电视台呀、跟网络传递这样地震的警报，让全国的民众都能够接受到警报。但是有网友就说了，你确定7个县市的所有人哈、他们都会看电视跟上网吗？还有人说了 ，DPP 的这个国家机器啊，除了用来抗中之外，还会做什么呢？还有人提到了有另外一款 app、叫做 KNY 台湾天气地震速报，他说这个 app 早在开始摇晃之前就已经给出了警报，所以应该是这当中哪里有出了问题吧。也提醒呢民进党当局现在不要再找借口了，赶快把问题找出来。好，那我们今天视讯邀请到的呢就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好，议员早安。你好，宜琳早安，各位线上朋友，大家早安，连假愉快哦。但是，我想大家看到花莲的这样的新闻，其实大家在这个连假应该都是心里非常的复杂的。对，尤其是要返回花莲要去扫墓的观众朋友，这个心应该非常的痛。不过，议员想要问一下，昨天你手机的国家级警报，你有收到吗？啊，这个部分就要跟宜琳哦，还有跟我们线上所有的朋友说，我昨天在第一时间哦，大概是7:58的时候，因为大家都知道嘛，我们主席7:30就基本上都起床了。那通常过往哦，我们大概2-3级的震度，过往我们其实都是有收到过简讯的，但是在昨天这么大的摇晃的状态之下，58分到8点之间，那个震度已经摇到是人是会被摇晃的状态之下，我都没有收到简讯。同时间，我在一个状态之下，全部讯息我所有的群组，包含到地方服务的群组啦，然后我们同仁的群组等等的，我们通通都没有收到简讯。所以说我觉得中央气象署在这时候呢，我真的不禁很想问民进党，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千错万错都是别人的错，还是说这一次你们的等于说地震的警报预告没有在发出这样子的声响的时候，是不是又要怪到是中国大陆的干扰呢？我真的不晓得哦，民进党到底怎么可以这么睁着眼说瞎话哦。那之前呢，我之前有听说过，我们过往其实各家的通讯简讯大概是二级以上，我们通通都会收到简讯。如果说台北市的有感地震没有超过2级，是不会收到的。但是呢，这一次呢，中央的
气象署，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看过这张照片，我可以放大一点点给大家看。大家有看过这张照片吗？对，达标了为何不响？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提油救火的一张梗图，那这也是民进党非常善用梗图的方式，就是呢，你可以啊，再给大家看一下，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一张图的台湾，它的震度基本上已经到了中轻中的这个这个，来，我稍微摇一下哦，等我一下哦，大家可以看到吗？这个图片的这个地方，你有没有发现？台北市跟整个北台湾基本上哦，已经是到达了快要将近中的这个颜色，但是呢，他们居然还可以这么大辣辣的做了这一张图卡，说为什么不想？因为规模小于等于五级，或者是震度小于等于五级的时候才会被发布。但是大家可以看到，昨天我们北市哦，包含到了我们的捷运，包含到了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大楼，它的顶楼上面的一些水塔等等的，其实都因为经过这样这么大规模的震度摇晃。而去崩塌，造成压伤人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认为民进党政府面对错误并不难，难的是什么？难的是你要全台湾人民看着你们这样睁着眼说瞎话，有错误就承认，该检讨就检讨，该修正就修正。如果你们的模组、你们相关的仪器，如果设备上有出了问题，就赶快去修正。这两三天来，这连假这两三天，基本上还有很有可能哦，非常多的气象专家都有说到了，还有可能会发生七规模以上的一个余震。所以如果照这样子的方式，是不是你又要人人自保了呢？如果说今天我们在其他县市都可以看到有这样子的警示的预告的时候，为什么唯独就偏偏双北还有包含到就是桃园、新竹等等的非常多的主要应该算是都会区的地方没有收到？我觉得这才是值得关注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是都会区的地方完全都没有收到这样子的地震简讯呢？还是说一样是因人设事呢？我认为这个气象署，你们昨天的说明，你们昨天的记者会，包含你们的图卡，都没有办法来去安抚我们所有民众的焦躁慌乱害怕的心。所以我认为蔡英文政府，你们的看守内阁螺丝掉满地的状态之下，不要把人命当成你可以用梗图来去敷衍了事的一个作为哦。你们在看守内阁的状态之下，已经频频出包成这样的状态，如果连承认错误都不敢的话，你们真的是没有这个执政的能力。所以啊，我相信赖清德接下来面对这样子的烫手山芋，我相信全国的人民都会放大眼睛，而且会用放大镜、显微镜千倍百倍的来去检视民进党的执政能力。好的，因为昨天这个地震当下其实真的是摇得非常的大，那当时呢我们在五楼啦，我跟另外一个同事，当时我们那层楼就只有我们两个人。那第一个呢，我们当下反应就是说这个地震很大，我们就想说那完了，花莲会出事。好，第二个反应就是开始问怎么手机都没有响呢。好，我们真的觉得非常莫名其妙，因为议员应该也还记得嘛，好，前阵子大陆只是发射一个卫星嘛，立刻大家手机开始狂响，结果呢英文还打错了。那国民党就有表示说，现在是不是因为选举完了，好，可能因为选举完了，好，顺利可以继续的执政了，所以是不是民进党当局现在螺丝完全松掉了呢？议员怎么看？我必须说，你可以看到整个国家机器被民进党当作是选举机器在玩弄，这个完全就是一个铁铮铮的事实了。你看看，当在没有选举的过程当中，有多少颗卫星飞过台湾，为什么都不警示？为什么偏偏在要面临大选的时候去飞越而且还是一个就是文法有问题，然后文字的排序也有问题，这么轻易随便就可以发出了国家级警报。你可以看到民进党是怎么样子的把国家安全当成一个玩笑话在看待。那是不是我其实蛮想在这点我非常认同国民党说的，民进党就是把国家级的警报当成选举机器，而且它还是因人设事。同时你有没有发现说，真正有响警报的县市好像似乎都是绿营的你可以看双北，
新竹，还有包含好多县市，七个县市哦，基本上都他们的说法都是说没有达到七级。然后同时呢，他昨天的图卡上面还显示什么？本次的预警预估是规模 6.8， 但是实际出现的是 7.2， 这个中间的落差是一级多以上啊。那同时哦，预估最大的速度，台北市是 23.8 gale。那 23.8 gale 呢，他们是说四级的最大速度哦，是门槛为25 gale。 那这种屁话哦，不好意思，我不晓得这个会不会线上会不会被标，但是哦，我觉得民进党真的不要睁眼说瞎话，不要再选举操作，不要再持续用国家机器当成你们民进党的执政玩具，我觉得这是非常的不道德，也非常的不应该的。所以我相信哦，今天天灾人祸是不分颜色的，天灾人祸还有人命不是可以让民进党这样子来玩弄跟操作的，国家机器也不应该这样子任人摆布的。所以中央气象署该说明的就说明，该拿出你专业的地方就来专业。民进党这8年来持续不断的用什么样的方式呢？政治凌驾专业。所以你可以看到，包含到我们的能源，包含到我们的所有的政策安全网，现在连我们的气象都要出问题了吗？难道说连气象过去这 我相信哦，过去在其他党派执政的状态之下似乎都没有出过这么严重的包，但为什么在我们有数发布的状态之下，我们在各个地方包含到了我们的一些特别预算，我们的相关的预算，在这个时候民进党的人还可以用所谓的政治操作，还去大言不惭的发文说了什么？你看就不说不要挡这个特别预算了吧，你看这时候特别预算就没有办法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条条列列显示出民进党吃干抹净的吃相难看，把人命罔顾的一个状态。所以啊，我还是要在这边奉劝民进党，真的不要再持续的政治凌驾专业，把真正的专业留给专业人士，不要再用这种似是而非而且让人家啼笑皆非的图卡来蒙骗百姓了。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民进党当局好，接下来要继续执政，好，希望接下来这4年呢，他们可以好好的表现。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我吃了2-3天，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因为太阳星全校克斐尔益生菌，才让我认识到克斐尔益生菌，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不仅能够维护消化道机能正常运作，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你知道吗？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称它是神仙的礼物。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克斐尔益生菌不仅帮助肠道健康，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也因为这不是药，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选择太阳星全效克斐尔益生菌，做好日常的保养，身体健康没负担。每日克斐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输入推荐代码有额外的折扣。